愿姐妹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真是感谢你，在今天晚上我们工作了一天，我们需要休息的时候，你带领我们进入圣经的世界。我们在圣经里面学习到各式各样你教导我们的真道，神让我们感谢你。我们每天有这样的机会，能够与你相亲，在灵里面与你相依，这是何等的福分！我们知道耶稣是真光，你是唯一的真光，照进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的生命由黑暗就变光亮。我们也因着你的光，然后我们自己也希望我们自己做光做眼，我们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把这份光亮洒泼出去，让整个世界都点亮了。神啊，我们知道这件事情不容易，但我们真的每天在这里向你祷告。向你祈求，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从天上来的智慧，让我们可以因此而把自己的生命变得更有意义。每个人的生命都很短暂，但我们加起来就是一个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可以做很多很有意义的事情。谢谢神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把今天所有的事工恭恭敬敬地交托在你的手上，求神引领我们。让我们能够得着，让我们能够更加有智慧，有天上来的智慧，让我们能够学到更多有关于福音的真道。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经文啊。好，我们看一下我们今天这卷书叫做《使徒行传》英文叫做 X。Book of Acts 这是《使徒行传》，讲的是很多使徒他们的故事他们的行为，特别是在耶稣升天以后，他们如何传道他们的事工。我们看一下29节Chapter 15Verse 29。OK，我们前面讲到呢，就是说，因为这个他们去传道的时候，已经开始向外邦人传道了向外邦人传道，那么。外邦人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们原来不是犹太人，所以他们对于一些生活仪式上，对于这些的理解可能是不一样的那么要怎么样去帮助他们呢？帮助安提亚这些其他的教会的地方呢？这些，所以使徒们他们就开始讨论这个问题了OK，好，我们看29节，You are to abstain。Abstain，我们上次说过，这个是戒绝完全摒弃，完全戒绝。这是一个很强烈的字Abstain 要用 from，所以我们学 abstain 就顺便把 from 学起来，这是一个习惯用语戒绝什么东西，完全跟那个东西脱离，这个叫 abstain from。Food sacrifice to idol，这个很容易了解这个食物呢是。Sacrifice 是献给比如说宰杀了以后，牺牲了以后，献给什么人？Sacrifice to idols 是我们的偶像OK，这种献给偶像的东西要完全戒绝下面又来一个 from blood，这个就是程序前面的 abstain from blood，OK，abstain from blood。好，所以血也是要戒绝的，abstain from。The meat of strangled animals strangle 指的是用勒死的方式，OK，把它勒死的动物 strangled animals 这样的动物的肉是要戒绝的，abstain from，OK，好，abstain from sexual immorality，sexual immorality 是不道德这种性行为的不道德凡是不道德这种性行为，这个是所谓的通奸，对吧？奸淫，OK，so 再来，you will do well to avoid these things，OK，接下来就告诉你说，如果你能整个避免这些所有的事情，回绝这些所有的事情，你就会过得很好绝对是过得很好了。OK，farewell，最后呢是 farewell，是祝你们平安跟你就是做祝福你的这种话。OK，好，farewell，就跟他们大家就写信最后惜别一样好，再见，怎么样？这样的一个口气。30节，我们从这里开始，The men were sent off and went down to Antioch。
好，这些人呢派出去了，对吧？啊，这些人，the men 指的是他们派遣的人，were sent off，sent off 完全送出去了啊。然后呢，went down to Antioch，他们就下到 Antioch 这个地方去，where they gathered the church together，在那个地方他们聚集了，they gather the church 所有的教会的人呢，together 把他们放到一块儿啊，全部聚集在一起。And delivered the letter 啊，deliver，然后呢就把这些信交给他们。当然，信上的这些信息就很清楚的被传递了。OK，the people read it。OK，注意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要念 read。OK，read 原型是 read 哈，read 这个字它的过去式跟现在式的字形是一样的，READ，但是它的过去式发音是。Read, okay. The people read it, okay, and were glad for its encouraging message. 而且大家听看了之后都很高兴哈，glad 很高兴很开心。什么事情呢？因为这个信里面带来的 encouraging message 啊，这是有鼓励性的啊，有相当有鼓励性、安慰性的这种信息，信里的信息，大家太高兴了。OK，好，32节，Judas and Silas 啊。Judah 跟 Silas 也是这一次派去的啊，派去的人之一。Who themselves？他们自己呢，were prophets。这两个人，他们自己就是先知。Said much to encourage and strengthen the brothers。他们说了很多鼓励，而且是加强。这个 strengthen 呢是强化，给他们力量的。给这些弟兄们力量的这些话，他们说了很多这样的话。After spending some time there 啊，在那个地方 spending some time 啊，就是有一些时间啊，在那住了一些时间。They were sent off, sent off 又被派出去了啊，打发出去 by the brothers with the blessing of peace，是带着当地，因为他们到安提阿教会啊，带着当地弟兄们给他们的这种平安的祝福呢，然后去做什么？他们又离开了去。To return to those who had sent them，他们又回到当初呢，差遣他们的这些人啊，这边，所以就又回到了他们的这个地方去。回到他们原来差遣他们的地方去。好，又回来了啊，就不在安提阿了，才回来。好，我们再来看15章的34节。But Silas decided to remain there 啊，当时呢，Silas 呢，他是决定，decided 他就决定要待在那个地方，remain there。好，35节我们看一下，The Paul and Barnabas remain in Antioch 啊，所以有人回来，有人继续留在那个地方。有人就继续留在那个地方，Where they and many others taught and preached。The word of the Lord 啊，在那个地方呢，Paul 跟 Barnabas 留在 Antioch，而那个地方呢，他们有很多 many others，还有很多其他的人，他们在那里教导，taught 是 teach 的过去式啊，教导，然后 preach 是讲道，preach the word of the Lord 啊，讲这个耶和华神的道。好，再来36节，sometime later 啊，Paul said to Barnabas 啊，一段时间啊。之后呢，这个 Paul 就跟 Barnabas 说了：“Let us go back and visit the brothers in all the towns。”让我们回去吧，我们就回去呢，然后去拜访那些在每个城市、每个地方的弟兄啊。Where we preach the word of the Lord，在那些地方呢，我们是可以讲这个神的道的。Preach the word of the Lord。And see how they are doing。我们看看他们是情况如何哈，看看他们正在进行的怎么样。好，再来我们看37节。Barnabas wanted to take John。Barnabas 呢他当然也有自己主意的人，对吧？他说：“哎，我想带这个 John 一起去啊。”Also called Mark with him。这个 John 呢，还有个名字叫 Mark。他说：“我要带这个人一起去。”But Paul did not think it wise to take him。所以
Paul did not think it wise，他不认为 it 是指这件事情，带上这个 John 这件事情啊，不认为这件事情是很聪明啊，就是基本上他不太同意啊，这个这样做的话可能不是很明智啊，不是很好，所以呢，他就不同意这样做。OK，because he had deserted them in Pamphylia。OK，因为他们在那个地方的时候，注意这个地方有一个这个字是 deserted。OK，desert 哈，我们前面学过这个字哈，这个 desert 是什么意思呢？OK，desert 是我们一般来讲的话是指的是什么名词是沙漠是吧？哈，deserted them 意思就是说，离开，OK，离弃什么人？OK，这个人在那个地方就离开了大家，可能没有跟着大家一起去传道啊。He had deserted them in Pamphylia，在 Pamphylia 这个地方的时候，他离弃了他们，没跟他们一起传道，and had not continued with them in the work，当时也没有跟他们继续的同工一起做这个事工的事情。OK，所以这个 Paul 就认为说，不能带他啊。Okay, they had such a sharp disagreement. Disagreement 这个是一个不同意的事情，所以就是基本上是一个争论，而是一个 sharp disagreement，不只是就是不同意，而是他们很尖锐的。这个 sharp 是尖锐的，他们很尖锐的这种争论。That they parted company. Okay，他们对于彼此。Parted 是要跟什么人组成？就是说做同伴啊，一起要做同伴，一起互相搭配。在我们今天来讲，就是说我们的事工互相的搭配。OK，那至于要跟谁搭配这件事情呢？他们就有很不同的这种意见啊。所以呢，so they parted company。所以 parted 就是整个 part 是。我们一般理解 part 是一个 part，两个 part，对吧？这个在动词的时候就是指他们分开他们分开了，所以他们就分开了这种一在一起的关系。Company 本来是他们是一起做的现在这个 company parted 就分开来了。Barnabas took Mark and sailed for Cyprus Barnabas 呢就还是坚持要带 Mark，所以他就带着 Mark 呢。Sail，他们是坐船去的，到 Cyprus 去。好，40节。But Paul chose 这是过去式 chose Silas。Paul 就选择了 Silas，然后呢就离开了。Commanded by the brothers to the grace of the Lord, commanded。然后这些弟兄们呢就把这些by the brothers to the grace of the 被这些弟兄们，被当地的弟兄们呢，commanded 被他们蒙他们，就是 command to，注意这个地方是 command to 的，OK，command to 呢，基本上就是交付给，我们这里可以说交付给，交到什么手上呢？交到 the grace of the Lord，交到神的恩典之中弟兄们就把他们交给神的恩典之中。OK，好，41节。He went through Syria and Cilicia. OK，Cilicia。然后之后呢，他就去了 Syria、叙利亚跟 Cilicia 去这些地方。他做的工作是做什么？Strengthen 这个地方又来了，这是一个动名词Strengthen 是给什么力量？给到力量，坚固什么东西？所以我们叫 strengthening。OK，the churches。把教会就坚固他们的力量他们做的力，他们做的工作呢，就是在那里鼓励这些教会坚固他们的力量。OK，好，我们再看下一节，下一章了。OK，这个是我们看一下上面好了，Acts，OK，就是这卷书的名字叫《使徒行传》好 ，He came to Derbe and then to Lystra。OK。所以呢，他就来到这个 Derby 这个地方，然后又来到 Lystra 这个地方，where a disciple named Timothy lived。在这个地方呢，就有一个门徒叫做 Timothy，他住在那个地方Timothy whose mother was a Jewess。注意这个，她是 Jewess，是一个犹太的妇人犹太的女的 Jew。
Jew 是我们的犹太人啊。一般来讲，如果你要很清楚的分出来她是犹太的女人的话，Jewess，OK，and a believer 啊，她的妈妈是 believer，我们一看就知道她是基督徒，她是相信耶稣的。But whose father was a Greek？她的父亲呢是个希腊人，OK。通常你在这种情况下看到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可能他的父亲啊不是一个很相信耶稣的人啊。OK，好，我们继续看。The brothers at Lystra and Iconium spoke well of him. Spoke well of 某一个人，表示说对这个人的评价是不错的啊。这个人，哎呀，这个人做事认真啊，办事负责啊，所以我们说 spoke well of him。OK，所以啊，这些地方的弟兄们都说他很不错。Paul wanted to take him along on the journey。在这个地方，基本上 Paul 已经了解，他现在呢要对外邦人传福音，所以他希望这个人大家的风评都很好，不错的一个人，他就想带着他。Along on the journey 啊，along 一般 along 是沿着什么东西，对吧？啊，沿着路 along the road，OK，along on the journey 意思就是我这一趟旅行的路上呢，我希望能带着这个人一起，一起去。So he circumcised him 啊，注意这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他 circumcised 这个动词是行割礼的意思，所以 Paul 就给他这个人行了割礼。Because of the Jews who lived in that area，因为在那个地方住的那些犹太人呢，OK，for they all knew that his father was a Greek，就是怕当地的这些犹太人不接受他，所以呢，大家都知道这个人虽然人不错，可是他爸爸是个希腊人，是吧？Greek，那肯定希腊人他很多的这个方面，这个跟我们犹太人是不一样的。犹太人特别专注，就是一个割礼的问题啊，所以 Paul 就亲自给他行了割礼了。OK，好，我们再来看第四节。As they travel，就当他们旅行哈，他们 from town to town，OK，town to town，他们从一个城到另外一个城哈，一个城的就去旅行。They delivered the decisions reached by the apostles and elders，OK，they deliver。他们就是传送，OK？他们交付，他们就在那里发送什么东西？Decisions，decision 指的是那些他们的决定啊，什么人的决定呢？By the apostles and elders，这个是由这个使徒还有呢长老们他们所规定的事情，他们所做的决定。在当初，这些使徒跟长老是在 in Jerusalem，在耶路撒冷的地方，他们就做这样的决定。那就是 for the people to obey 这些决定 decision 是要给这些老百姓，让他们能遵守的。也就是说，当这些使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你一定要告诉，因为这些你们传的对象是外邦人，他们有很多东西不了解，所以我现在告诉你一些事情，他们一定要遵守。就像上次我们读到经文里的那封信一样，写给安提阿的教会的信一样，告诉他们：哎，这些是你们要遵守的，obey 要遵守的。OK，所以他们呢，在传福音的过程里面，他们来递送这些信息，就是把这些所有在耶路撒冷的这些长老们、使徒们所做的决定都递送、传送出来。OK，好，第五节，So the churches were strengthened。Were strengthened，这是被什么东西？这是被动式，对吧？所以教会都被坚固了啊，都被他们强化了，加大了力量。因为他们一发送这种信息之后，彼此之间人与人之间有联系，他们明白这是直接从耶路撒冷来的，大家信心就增强了，教会就坚固了。In the faith，特别是他们在信心上面非常被坚固，and grew daily。In numbers, grew 原型是 grow, grow 是增长，每一天哈 in numbers 在数字上面越来越增长，每天都增长。OK，好，所以人数越来越增加了。OK，第六节，Paul and his companions，我们学过这个字哈，是他的同伴，就是跟他一起同行的，一起传福音的这些同伴呢。Travel throughout 整个遍及，throughout 是遍及啊，每个地方都要走，
走得很透的啊，这个叫 throughout the region of Phrygia and Galatia，OK，所以他把 Phrygia 跟 Galatia 这些地方通通走遍了。Haven't been kept by the Holy Spirit，OK，from preaching，OK，the word 这个地方他特别跟你介绍啊，Phrygia and Galatia 这两个地方呢，他们过去 OK。过去是圣灵不允许的，OK，having been kept by，意思就是说过去是不让做的，OK，by the Holy Spirit，圣灵是不让他们到那里去讲道的，from preaching the word in the province of Asia，OK，所以到 Asia 这个地方呢是不让他们去的啊，Asia 这个地方，所以他们就继续去传道了。Okay, 第7节, when they came to the border of Mysia, okay, 当他们到Mysia这个地方的时候呢,这个地方,诶,奇怪了啊, 这个, they tried to enter Bithynia, 他们希望能够进入Bithynia这个地方, 但是, but the Spirit of Jesus, 耶稣的灵, would not allow them to, 就不允许他们进入那个地方, 所以, 他们这一路上这些经文为什么要告诉你这样？因为表示他们去的地方一路都是圣灵跟着他们去的，所以他们能去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圣灵不让他们进入的时候，都是有圣灵的引导的。第8节，So they passed by Mysia，所以他们就越过这个 Mysia，OK，这个地方不允许，那我们就再往下去，and went down to Troas，OK，Troas，他们到 Troas 这个地方去了。During the night，在那晚上的时候，Paul had a vision。我每次在圣经里看到 vision，基本上就是他有一个意象。OK，意象，所谓意象就是他看得到，别人看不到。OK，所以不是我们一般看到的街景、风景啊，我看得到，大家都看得到，而这个是 vision。vision 的话，基本上只有他看得到。Of a man of Macedonia standing and begging him。他看到的意象里面是有一个人，这个人是从 Macedonia 来的啊，然后 standing，他站在那里而求他 begging，注意 begging，你要做动名词的时候，这个地方哈 begging 的时候要两个 g 啊，double g，come over to Macedonia and help us。这个人在求保罗，然后跟他讲说：“你过来啊，你来我们这里啊，来 Macedonia，你来帮助我们吧。”OK。16章的第10节，我们看一下。After Paul has seen the vision，在保罗他看到这个意象的时候呢，we got ready at once to leave for Macedonia。保罗看见这个意象之后，哇，我们就马上 get ready，这个是一个习惯用语啊，get ready，准备好，他马上就准备好了。立刻准备好是 at once 立刻啊，to live for 注意 live for 是往那个地方去，而不是离开 Macedonia，是 live for 是往 Macedonia 去 ，concluding that God had called us to preach the gospel to them 啊，这个时候呢，他们就认为整个就是做一个总结，结论是什么呢？God had called us to preach the gospel to them，因为他得到的这个结论就是说，上帝已经呼召我们要去给他们传福音，讲这个福音，传讲福音，叫 preach the gospel。OK，好，11节。OK，from Troas we put out to sea。OK，从 Troas 这个地方呢，我们就开始 就开船啊，就上船了，上。在他们来讲是上海了哈，就上海就航行了，sail straight for Samothrace，OK，Samothrace 他们就往这个地方去，往那个地方航行去，所以 sail for 或者是 leave for 都是往那个地方去，朝那个方向去的。And the next day on to Neapolis，然后第二天呢，他们就到了 Neapolis 这个地方了。好，我们再看第12节。12节, okay. From there, we travel to Philippi, Philippi, 这个地方是菲律宾, 他们就往菲律宾去了。那确实去了很多很多地方哈。这个地方有什么特别呢？A Roman colony. Colony 呢是什么？是一个
罗马的住房的地方啊，基本上，我们现在用的话，很多地方是colony 这个字呢，可以讲是殖民地啊。那也就是说，罗马人在那里控管，而让其他的人各个民族移进去住的地方叫 Roman colony。And the leading city，它还是一个首要的城市，什么地方的首要城市呢？Of that district of Macedonia，它等于算是 Macedonia 那个地区呢首要的城市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首要的城市就是广州，你那个人首要的城市是上海啊，在这个地区最大的城市了。And we stayed there several days，我们在那里就待了好几天了啊。好，13节我们看一下，On the Sabbath。On the Sabbath，注意安息日一定要用 on 介词，要用 on，因为它指的就是那一天哈，在安息日的那一天。We went outside the city gate，to the river，他们就出了城，到这个河边去了。Where we expected to find a place of prayer，在那个地方呢，我们就希望找到一个地方，OK，找一个地方是做祷告的，find a place of prayer。We sat down and began to speak to the women。他们在那个地方坐下来，就开始跟这些女人、跟妇女就讲到，who had gathered there。这个妇女是聚集在那个地方的。好，14节，我们看一下，one of those 在那个地方，因为他们讲给妇女听，是吧？那个地方。那些人之中，其中有一个人，one of those listening，在那里听的妇人，was a woman named Lydia。这个妇人叫 Lydia，好，a dealer in purple cloth from the city of Thyatira。她是这个地方哈，她是 dealer 呢，就是在。处理，我们一般来讲，dealing 是处理什么什么。这个地方 dealer 指的就是他做这个买卖的人。OK，dealer 他是做这个买卖的。他做什么买卖呢？In purple cloth。OK，他专门卖紫色的这个布匹，紫色的布啊。From the city of Thyatira，他从 Thyatira 这个城市里面专门做紫色布匹的这个买卖。Who was a worshipper of God? Worshipper of God，你看到这里你就知道，他是一个敬拜主的人啊，敬拜主的人。The Lord opened her heart to respond to Paul's message。他也在那里听哈，那神的灵呢就打开了他的心，open her heart，然后对这个保罗的信息就有所回应。Respond 一定要加 to 啊，respond to Paul's message，他对保罗的信息非常有回应哈。好，15节我们再看15节，When she and the members of her household were baptized，当他跟他的这个他的members 等于是他的同伴或者是说跟他一起的啊，他。Household 是指他家里面的这些人的成员吧，叫成员，the members of her household were baptized。他们一家都信主了以后呢，都受了洗礼。She invited us to her home。啊，当然受完了洗礼，大家邀请的保罗啊，这些使徒到他家里去。If you consider me a believer in the Lord。他说这样的话，他说假如你认为啊，consider 是你很。真挚的认为哈，严肃的认为我是一个在耶和华里面，我是是一个追随者，我是一个信徒的话呢，She said, "Come and stay at my house." 啊，那你就来哈，待在我家里吧哈。And she persuaded us. Persuade 是劝解，OK，她还进一步的，就是劝说大家，哎呀，来我家吧。你如果认为我是使徒，我已经是一个基督徒的话，你就来我家。OK 啊，好，这是他说的。后面呢，Once when we were going to the place of prayer 啊，有一天哈，有一次，这个 once 是有一次，当我们呢正要往这个祷告的地方去的时候，we were going to，就是当时那个时候我们正要往那个地方去。We were met
我们就被一个什么东西，we were met，这个是对方就迎上来啊，by a slave girl，有一个是，这个是一个女仆哈，是一个人家卖的奴隶的女孩哈，做奴隶的女孩，who had a spirit，她身上是有一个灵的哈，有这种 spirit，by which she predicted the future。他身上这个灵可以让他基本上这个是不是是邪灵哈？不是那个圣灵，所以他可以 predict，他可以预知，他可以说预言，说什么预言呢？未来的预言哈。She heard She earned a great deal of money 啊，她赚了很多很多的钱 for her owners by fortune telling，因为她是一个奴隶的女孩，对吧？人家家里的奴隶，所以她赚的钱当然是给她的主人，对，for her owners by fortune telling，fortune telling 这个就是像我们讲的算命一样哈，讲未来会发生的事情啊，fortune telling。OK，好，我们今天呢就停在这里，把屏幕让出来。